升到 A 字咧 ，A 字佢基本上咧會有三個讀音嘅。第一個例如係好似呢個咁樣，係 A Pro， 所以讀 A 音，即係佢本身嘅 A 字啦，讀 A 音。咁但係亦都可以咧讀 A 音嘅，例如呢個 Alan 啊，呢個 A 音咧佢個口係個下巴咧貼得好低嘅，即係你擘得好大嘅個口叫 Alan 係啦。好，咁第三個咧，例如呢個啦 ，Ask 咁樣，就發個 R 音。咁所以佢三個音就係 A、A 同埋 R。咁現在我需要你去練習嘅咧，就係話你憑個 A 字，你要諗得出講翻出呢三個音出嚟。